就有点太夸张，就有点像那个昨天发生一件事啊。哪一件？那个有个女人在车站跟警察要什么东西要不成，然后就去打警察。这是夸张要命啊！他们是还是打的挺。更神经病，还是更烂大片，神经病啊！再多被告了，罚三十万。我觉得是蛮有钱应该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个顶端。我昨天突然梦到，我昨天梦到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我现在梦到我在做第三个月炸弹实习，然后不知道，我觉得我要去检查一下。三只鸡，就会听到三个了。三个鱼，就会听到三个鱼。对，我很幻听啊。我都是没有这个，都是没有这个问题。真的假的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哪一种鱼检查要搞三年。
讲英文，那我在英文也有，因为我是抓着国外事情，两句话有点重。应该说，就是看着外国人的那个微博啦，因为外国人认真我，但是没有一个这样一个时间怎么上班，就觉得国外好像离别人家很准这样。感觉讲英文。受不了了。
捷运的标志也很怪怪的，怪反了，没有怪反，感觉怪怪的。电脑，所以不用。那电脑我如果看的话，早就装好 ATM 了。你就装？可是我都装不上去，我不知道什么。我觉得我那个。盖在，我没有算。
好像要一点时间，我也看，但差不多四五分钟内吧。我没有卡信息，哦，就刚好去到了。加米他的家，总好心的，非常总好心的，抢起一款车给他的，左侧开门。离开月台。去前面那个要弄东西太多了。你要弄那个什么什么锅，然后你要弄那个活塞，然后你要弄一下再补丝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说是盖一个麦克的那个地方，我一按下去就没有，然后最后就没了。我觉得太麻烦，你可以像这种无功能的，总要用这些东西，加油枪。那你要盖多少？